OK， 我是阿周。其实到厦门啊，台湾人如果到厦门，建议可以来这边逛逛江头市场。如果有机会到厦门来玩，到江头市场，这边的海鲜呢不输巴士啊，可是它的知名度并没有巴士那么有名。这附近也有一些料理的店家，买一买可以顺便过去让他们料理。